大哥们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条大货，兄弟们，特别大，哇，它要咬人了，兄弟们，哇，太大了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头，我把它吊起来，兄弟们，如果用手指把它吊起来，你们给我点个小心心，好不好？来，用手指如果能吊起来，给我个心心就行了，我也不求什么其他的。哇，来，咬我，必须咬进去。哇，他不出货，还不出来吗？给我上货。它越咬越紧了，怎么？哇！上货，兄弟们！如果能出来，给我点个赞。哇！还不出来是吧？就像你要出来了噻，还要咬人。直接来硬的，兄弟们，上货啊！